那些男朋友自以为是的高情商瞬间，总是不报备行情。喂，宝宝，你在干嘛？我在跟几个朋友开黑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，报备一下？我就是怕你不高兴才没跟你讲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不报备，我才这么生气？我都总以为时间来得及。出去约会还是洗个头吧。宝宝，你还有多久啊？我都快到了，我洗个头就出门，很快的。宝宝，我新买的来风高速吹风机好好用哦，风力大到可以悬浮起来，风温很舒服。我这么长的头发不到五分钟就吹干了，带负离子的吹完很柔顺，头发都不炸毛了。我今天速度是超快的，你现在就出门哦。对不起宝宝，我还以为你要很久呢。你不是早知道了吗？我给你发的消息你没看到啊？什么消息啊？我今天速度是不是超快的？我看你平时说的慢，我算是时间来的。都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平时又不怎么看微信，我算出来等了半小时。